今天八年，不是，真正的八年，越拍越小。他不敢吃就不用吃了。越拍越小，我不是罗春龙，我也是武打之徒啊。这张皮肉饭，你武打我武啊，这个一样没有打，我没有打，真的，目的关系。刚才石刚兄讲，全身是胆。我在监察院呢，从来没有碰到我们的同学。只要有同学找我们的话，就很麻烦。一定有问题的。希望大家能够更健康，活得快乐。好，谢谢。